余香盈呢日就为新歌宣传，提到三月嘅处女演唱会，因为疫情嘅关系，而家都仲未知会唔会如期举行啊。其实都仲讨论紧，咁但系就想所有嘢落实晒先再公布嘅。咁但系自己都有 Plan B 嘅，因为就三月中咧就有个大阪国际电影节，咁有个短片入围咗啦，咁所以自己都有谂住要去嘅。如果就个 show 延期或者系延期嘅话，咁自己就可能会去大阪国际电影节。今届金像奖就取消咗实体颁奖礼，有份入围嘅佢又会唔会好失望呢？当然这个传统每一年都会举办的一个颁奖礼取消了，都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感觉，但是也没有很失望，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身体健康。然后我相信如果大家都那么爱电影的话，无论这个颁奖典礼它是什么的方式去举办的话，我们都会很关注的。